好，我们欢迎我们高雄市长陈其迈陈市长哈，还有我们所有的贵宾啊，以及我们的议员哈，一起以及他还有金火生产合作社。那我们现场展示的就是我们高雄的凤梨哈，以及相关的产品。那我们好，理事主席是陈永兴，永兴来跟大家挥挥手哈。那是我们负责整个行销作业的永兴主席。那另外呢，还有他的这个陈爸爸在吗？爸爸在吗？是我们。的这个总裁哈，还有包括永兴的哥哥永盛，也是属于生产方面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股长哈。那把我们高雄凤梨行销到全世界。那我们陈永兴也是农委会的百大青农，全国最年轻的百大青农，今年只有25岁哈。可以说是年轻有为哈。我们高雄的这些优秀的农业青年，那今天我们现场也包括了我们的议员邱俊宪邱议员，还有我们邱玉莹立委。服务处的主任以及吴立成议员的助理，还有我们的张胜富议员啊，还有江瑞宏议员哈，那还有我们南区分署的罗正忠分署长啊，以及我们这一次的出口贸易商是由宜杰威农产有限公司林元荣总经理哈特别南下哈参与我们今天的盛会。那另外还有我们在地的大树区的区长陈正宽陈区长，还有我们大树区农会总。来到我们的农友农青果生产合作社，来见证我们这一次高雄凤梨要出口到我们韩国的高端超市，让韩国消费者都有机会来跟我们台湾的民众一样，品尝到来自南台湾高雄最好吃、最甜美的一个凤梨。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现场呢也有在我们现场有我们凤梨的一个水洗设备，好，就是高屏地区只有3户，2户在大树，其中1户就在这里哈。我们等一下要请我们的永兴理事主席来带领市长跟长官贵宾来看一下我们凤梨的水洗设备，并且介绍整个凤梨外销的一个。这个是我们高雄大树的凤梨，因为我们种植在我们大树，因为大树都属于一些山坡地，所以我们种起来凤梨不会很大，也不会很小，就是比较适合外销的品，外销的规格这样子。对，大小颗比较一致这样子。对，它就是说，我们为了要保存它原有的风味，就是说我们的凤梨都是采在这个大概7分熟至5分熟这样子。这样子已经属于7分熟。对，市长，看我那边走。对，市长，我们先从这个地方先开始选起，好，因为像这里我们会先开始就是选果，选就是说我们要外销，针对外销的果就是什么样的熟度，好，他在挑剔说它里面的果是肉生果还是骨生果这样子，对，骨生果，我们让市长体验一下，看这个果这样子，对，市长，像你现在拿的这个熟度。是属于大概一号熟，大概1分熟而已。对，所以这个我们会把它挑选掉，这个我们给它挑选掉。我们可以挑大一点，这个属于爱来购买高虾。来，市场上我们跟我讲，那他们因为我们要出口外销，所以我们底部会修，我们会把它修整成平整，一发比较好。对，他说是说他到这一块是我们的国家，就这边是的，这边因为我们还要剔除他底下根部的这种垫子，这样子在我们清洗当中啊，他比较稍微比较干净整洁的这种白的清洗是这样，就是我们也要把它做好，所以我们这么配合啊。对，我们这个就是要小心，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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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往下。好，还是申请，还是这样。哎，还有福利是吧？这就是我们的申请设备。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用自来水，我们用最天然的，用棉花去电解的那个智利酸水这样子洗过去，然后呀，在我们植温当中不是阿胶，里面都是智利酸水，电解的智利酸水，对对对对对，哎呀，哎，我们就是从这里洗，我们洗的程度的时间大概有半钟，哎，我们就是要把它洗净。让它就是不会有多余的水。当我们上架的时候，就让我们东西更干净。哎，这个是我们的毛山，要让它就是放一下，让它它没有这个臭味。
好，我们要分十种，我们从资方到二十一方都有，所以我们在之前不会浪费掉。我先那个示范一下，说我们在家庭哦怎么用，这个叫农业2.0啊，我们要符合我们百姓好、哦、在家中怎么吃东西这样子。天气，我帮你开，来，安尼安就是为伊头前加无，即下过来安先把切落落，好，先把下落。要先把下落。安尼，好，这个去尾，好，嘿，啊，阿伟，阿个去头，安尼。好，嘿，安就是安野菜都来晒，啊，不，安这个家己本身，安家炒下，喂，嘿，哦，就是，嘿，去头去尾两个步骤都可以同时，没关系，嘿，该不会掉，这是外汇，是，啊，这边我来头，这边我来头，哎，对。好，来，市长，那我们就是从我们安的从来会安个特别，对对对，哎对，哦，安第一次来时，安有菜都是安的安那个菜，第一道，哎，慢慢走，这样切为金砖凤梨，哎，高雄大树的金砖凤梨，这样子慢慢的切这样子，哦。在家中这样子是属于最安全的方式。我一点半，我一点半，对，我先来半个钟。对，因为安哥个老板是好食，对啊，天后水准的。
有在那边解剖。安尼真了影。我怪你家遐流利啊，咱遐牙齿就得啊。这种市场咧，外科训练。市场出来去输耶，系啊。电动遐出得吼。系啊，真正无。不是拍不完 PK 啊。无，因为阿咱伫个家庭上，就是讲，互人伫个市场上，嘿，用菜刀就我都下落来啊咧，系啊，阿咱甲阿咱变成。我看电动遐出得，一只落出得无。系啊系啊。哦，水。哦哦，哦水。哦，我先出来。真正。哎，真正。哎，哎对，哎哦，市场安尼标准的，人家标准的，哎，阿咧，哎。我先甲切开，哎，对。哦，真正上吊的，系啊，真正我咧操巴，系啊，还笑嘛，大家是阿杰开笑安尼无，袂歹，袂歹收收的，哎，真正好，袂歹，系啊，离王子币差不多啦，王多啦，富啦，系啊，嗯，对，好，谢谢，好，那我们再，阿杰市长，我们来现吃一下我们现采的凤梨这样子，系啊，我们再加上，我们要连心一起吃，我市长，我们就是先给他伙伴。我们先给他伙伴这样子，哎，你看这个修，我们先伙伴，把它放平整，先伙伴，哎，先伙伴之后，再放，哎，对。Hello， 你这个手相机不好意思。我们先切板，哦，啊，之后我们把它切成三等份，我们刀拿斜斜的这样子。按照大概两公分至三公分的方式这样子给它削下去，这样子。哦，安尼切开，那是哦，干嘛？安尼大熊来，好食，够好食，我来好食，系啊。嗯，来来来。哎，对，系哦。食只个，食只个，水哦。系啊系啊。快点，快点。大家不睡的，对，不会在整天摆，在干什么？阿生来，哦，我要睡了，哦 ，OK， 阿生来，邀请阿来请宾哦，阿家的贵宾哦，看看大家。好，我们邀请我们在场所有长官贵宾哦来品尝我们市长刚刚亲手这个摘下来的凤梨，亲手切的。市长为您服务，大家来来来。来，那请我们的媒体记者，哎呀，我们要欢迎过来媒体。也会全台湾、全台湾、全球最好吃的凤梨在大树，真的，高雄大树，高雄大树。对，慢点，三张。来，市长来试试一下，这个是外交规则。来，记者有问哦。来试试看。双哥用气，等一下气就很抬。来，很抬哦，来。来，事实上我们这个高雄好外销，美女朋友都不想吃，你值得这样的一个凤梨吗？吃吃看就知道。好，大家进来，至少让我们一起吃凤梨。哦，来，帮你。谢谢你帮忙。哦。怎么样？又甜又好吃，真的。又甜又好吃，快哦。好吃好吃，真的。高雄的大树金山凤，大树凤梨一定要来大树，哎，对，真的。唯一选择，好吃。来，跟这位 B 姐站好，来正前方，正前方。好，来我们全体大家一起来比个赞哦，来。好，来唯一支持大树凤梨，唯一支持大树凤梨，来，赞。对。好，非常谢谢，好。我们再来。这个是我们要出发到韩国首尔的首批的凤梨，我们要麻烦我们市长来见证
好，我们第一公民到那边。车子后面不要有人哦，小心。小心小没有关好，没有关好。
市场 Gallery 的超市啊，能够上市哈、哦。那我相信啊、我们大树的凤梨哈、哦、啊，一定是全球最风味最佳的凤梨哈、哦。那农业局也积极在辅导说，能够分散市场，包括扩大新加坡、日本的市场。那最近加拿大、啊、澳洲等等这些市场也都开拓流程哈、哦。那我们要特别感谢啊、哦。我们啊、这个包括啊、陈永清理事主席哈、哦，这个是台湾啊、南台湾三台水清洗的凤梨处理机，有两台在高雄啊、哦，这一台是啊、最进步的一台。那透过专业的这个清洁包装啊、哦，也能够让啊、韩国的朋友能够吃到啊我们金钻凤梨，既卫生。然后又美味的最佳的绝佳的一个凤梨啊，所以也要特别谢谢林总经理的介绍哈、哦，让我们金钻凤梨可以啊这次的顺利出口。那我相信也配合高雄市政府，不管是在我们团膳采购凤梨啊，辅导电商平台补助农民运费，那甚至在整个高端市场的这个市场开拓，那我们不仅中央总共有10亿的这个预算。啊、跟地方我们、全面性的对接、哦、那也相信、透过这一波、我们不管是在我们产销的整合或者对外开拓市场的努力，那绝对可以让我们农民的收益能够获得保障、哦、那我今天也特别问了我们农会总干事张建荣总干事，今天在台北果菜市场的平均价格是一公斤33块钱、哦、所以价格还算平稳稍高、哦、那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跟农民站在一起、哦、挺农民的内销、哦、
那也大力的帮我们最好吃的金钻凤梨打开市场，国际市场啊，所以要特别感谢我们这个孝林天啊，天导个飘飞，力战国辉啊，凤梨王子啊，那也要特别感谢啊，我们今天很多的民意代表都来到这里来表示关心，那特别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 ，OK。来，各位。好，大树凤梨好不好吃？赞。我咖喱喱的，大树凤梨好不好吃？好吃。再一次啊，大树凤梨好不好吃？好吃。好吃。进去啊，进去，妈妈进去，妈妈一起一起一起，我们帮你拍就好，快你进去啊，进去啊，四代同堂，四代同堂，来人抢到我来，来吧，跟他手手手手手手手拿下来，手抢下来，来看前面，哎，引导引导，来看中间那一台，哦，我都过注意哦，因为安尼看，伊是爱看安台湾的，我估计啦，嘿啊，因为像安那安尼无，安就讲怕。啊，就这个往来，现在就是感觉讲较安心，有无？哦，安心，这叫安心。较安就是讲，伊比较是，伊有可能他就是，他因为他的植株比较健全，比较健康，哦，他可能安尼，哦，伊他吸收养分的速度会比较快，哦，啊就是讲他含水量会比较高一点这样，对啊。啊，在我们的饮用上其实没有什么一些道理，反而说这种含水量比较高的东西，它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这样。哎，对。所以就是这个是安心拍起来安心，啊，这拍拍就是好食的。哎，起码会当食。两支拢好食，系啊。啊，不过你讲依个人的口感，那是意外的口感，我是较爱食，伊含水量较悬安尼，就是它比较多汁。哎，对对对，啊，不过。而且公哦，他就是说，他想要吃水分少一点，哦，就是说他果香味比较重。就是公安尼爬，就叫好食好香安尼。系啊系啊。爬虾。你刚刚讲讲那些水洗设备，甲对这个怎么都完全洗干洗进去吗？嗯，我们没有100%的把握，可是至少我们有70%的把握这样子。系啊。就通过洗过以后就。洗过，啊，这之后我们再清洁过，因为。因为像我们要经过水洗的时候，我们这个底部的根叶，这个还是藏，还有藏在里面。我们一定会去除干净。好，去除干净之后，我们再经过我们的水洗设备，哦，之后再下去做清洗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洗过就是可以，它70%可以把它洗干净就可以。对对对对对。所以不会有什么那个什么。他刚才就有介壳虫啊，介壳虫。不会有介壳，不会，就是介壳虫。阿姨家的喷皮物件都喷黑上面，那个是我们用电解的那个次氯酸水，因为它的时效性不长。可是我们就是说，因为我们切下去它是有一个伤口，在干燥之前我们先给它消毒，好之后让它干燥之后，它就不易发霉。电解的次氯酸水，对对对，用盐跟水它去电解，对，它就比较不易发霉，这样子不容易发霉。这关还是刚才那？那你这样那么还关啊？保存会不会有影响？它其实洗过之后，它就是如果说我们上架去卖，因为它有这个花跟果粉，就是它看起来会比较干净一点这样子，对，就是整体上是一个做一个加分的，哎，对。好 ，OK。电解的次氯酸水应该10天以这边看，就是我们会卖到市面上的凤梨，对，东西也价钱拢来，我们不用说怎么保存，其实一针对个人的口感问题，对。有些人他喜欢吃酸，有些人不喜欢吃酸。哎，啊，我们如果说我们就是没有吃这么酸的话，哦，我们不想吃这么酸，我们就是选择熟度比较黄一点的，哦，想要有带酸度高一点的，我们选绿一点的。对，是依个人的口感下去做判断，说我想买什么样的货，对，什么样的品质，对，嗯，哎，嗯，哦，谢谢。